哎，小心！不好意思，齐木，你这位小姐，我已经有女朋友了，你请自重。王医生，学长他怎么样了？人没事，头部受到撞击造成失忆，人已经被接走了。我绝不允许你忘了我。一边美食，不加冰。好巧，我们连口味都一样哎。无聊。 快，怎么卡住了？我来帮你。看到这个，他肯定能想起我。事情办得怎么样？明天就是我跟齐木的婚礼，只要结了婚，还怕拿不到机密吗？结婚机密不行，齐木，你不能娶她，因为她你疯了，出去。 等黑夜吻白天，能不能赦免？惠子的人间，别交换把日夜冰封的。绮丽天台，这不是我和他秘密基地吗？这是什么？ 今天邀请各位股东来，除了参加我的婚礼，还有，齐木，今天就是我跟齐木的婚礼，只要结了婚，还怕拿不到机密吗？还有，我今天的新娘是她，我，这双她太高跟鞋是我送你的第一双鞋，你说要在我们结婚的时候穿上它嫁给我。原来你没有忘记，假装失忆离开你，答应离世联姻就是为了揭露离世的阴谋，抱歉让你久等了。 现在你还愿意嫁给我吗？我的肉丝！谁呀？不看路的吗，大妈？妈，这么丑，打扮成这样，你也瞎看？土狗！说我土狗，敢不敢比一比啊？比就比，土狗！先用二轮料塑残补水的冰白面膜，轻松打造水晶肌。 SK 透小灯泡眼精华，独特陶滚珠，让眼部光彩重现。纪梵希新品明星控油哑光粉底液，定制肌肤油光，完美打造柔雾妆，加上天津威尼明星赵露思同款服装，绝对让你甘拜下风。看你怎么和我赌气！你没想到打扮一下还不错嘛。你也不赖，这次打平敢不敢再比一场？有什么不敢的？输的人在所有人面前跳丝滑舞，跳一跳。 我赢定了。怎么样？我这次没发货。这么看，他还挺可爱。要不然，开始你的表演吧。男神，赶紧拍个照片。谁呀？哼，是什么？你还好吧？抱歉，不好意思。 还敢吃甜食？这个可爱多的一只大都蛋白雪糕，就适合我这种乳糖不耐受的人。但又只有可爱多能治愈我糟糕的心情。怎么了？你还好吧？笑死人了！这不巧了吗？刚好你男神室友约我去野餐，趁这次机会，你在男神面前好好挽回颜面，跟我走。嗨，这是我闺蜜佳丽。哦，快进，快进。哇，这里完全满足我想出去野餐的心。 是吗？这么多好吃的，我都看饿了。那你最爱的第一只大豆迷你可爱多，哇，居然有这个！嗯，可爱多只想的味道，今天可口还超顺滑的，而且小小一只，超解馋。某人就怕你不够吃，还专门备下了四种口味，我都没有这种待遇。呀，衣服湿了，赶紧去换一件吧。是。 哎呀，好，我这记性。齐墨，你带他去吧，家里对这不熟。嗯，好，走吧。我在门口等你。房间这么干净，我的照片。都看见了。抱歉，我。找他们说和，不如直接找我。既然你想追佳丽，那……别忘了佳丽最爱的纸箱可爱多。 原来你是不是喜欢吃可爱多的人？都是。走。哎呀，忘了我弟暂时住我们家，你们就先暂时凑合住，我这信号不好，先挂了啊！哎，别。
你干嘛？从今天开始，家里所有事都得听我安排。凭什么？你说呢？嗯，哼，算是。刘峰，还不松开！姐姐，我刚才沾东西，手上沾了五零二。什么？算了，我去拿吧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拿到小面三只手。完了，是我哥，被他发现你就死定了。大力，干妈让我来看一下你。你在干嘛？我在运动。刚刚怎么听见有男人的声音？没有啊，可能是耗子吧。耗子，这样啊。等等，咱妈让我给你带的，没什么事，我先回去了。好，快。哎，对了，你这周末，你又在干嘛？窗帘有点脏。是吗？你不是上周刚洗的窗帘吗？耗子成精，可操我妹，去死吧你！站住！别跑！我看你往哪儿跑，快还钱！拜托，再宽限几天吧。少爷，不还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他的钱我来还，这些足够了，算你走运。我们走。谢谢我。这忙可不是白帮的，跟我走。什么？假装你妹妹，只要你了却爷爷的心愿，一百万就算抵消。可是我现在能还清，也可以选择不签。好厉害，我签。带他去收拾一下，见爷爷。是，哥姐，请跟我来。爷爷。你能外孙女来见你最后一面了，小姐别担心，老爷已经顺利度过危险期了。孩子，总算找到你了，希望尽快把你妹妹接回来住。好，小姐，这是你房间，少爷说他会尽快找到爷爷的亲孙女的。嗯，好舒服呀！完了，看够了吗？谁看你了？我只对八块腹肌感兴趣。是吗？那刚刚是谁在偷看？你，嗯？你就是齐爷爷刚找回的外孙女。你是？齐墨，我可以学你妹妹吗？放血走进，我给你擦擦。几桶水都端不稳，你干什么吃的？别擦了，赶紧收拾收拾。你这么欺负人是不是过分了？你是新来的吧？连我都不认识。我马上就收拾。我记住你们了。他可是总裁身边的红人，你没必要为了我招惹他的。完了，总监，您的咖啡。不是说了要无糖？可是我公司还有让员工为领导买咖啡的规矩。我的规矩就是规矩，我说有就有。你哎，算了，我这就重新去买。等等，别说我不给你们机会，明天陆总就来公司谈这个项目，做好了，转正机会就是你们的。明天怎么来得及？机会就摆在眼前，要不要你们自己决定。我们做。陆总可是大人物，你们俩可别丢了公司的脸面。好。终于做完了，这样看还挺帅的嘛。不早了，我先走了。啊，看你怎么收场。陆总，请过目。厉总能够亲自把控这次项目是我的荣幸，合作愉快，那我这边先走了。什么？连一，你们就这么把我卖给不认识的人？喂，我倒要看看是什么牛马。张总监以后还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少耍那些小聪明，你说是吗？家事清君果然有意思。是他，你帮我安排一下。
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你总这种土鳖透出的高贵感，谁又看不出呢？那以后就多多指教了。